真够早，欢迎收看今日11月18日公司台记大灾气新闻。我是柯兴祖。先开始，咱来关心要来咱台湾表演的俄罗斯芭蕾舞团，昨昏又搁新增加四个团员确诊，规团即马计共有八个人确诊，嘛取消伫台湾所有的表演。因为陆续有团员确诊，其他40多个团员即马拢算是接触者，爱随隔离。昨昏台北市政府已经甲这些团员送去检疫所集中隔离。啊，那疫情指挥中心嘛证实讲，今日44个人会分三班飞行机离开台湾。全车自饭店的员工通道塞入去，要接俄罗斯芭蕾舞团的团员去安心检疫所集中隔离。因为舞团的52个人内边，那加17新增加的四例，已经有8个人确诊新冠病毒，所以无确诊的44个人要居家隔离。本来指挥中心安排因就地隔离，因过因大饭店唔是防疫旅馆，所以政府要甲因送安心检疫所集中隔离。团员伫17下昼知影消息了，一开始无愿意换所在，尾仔协调了，才伫暗时8点外分两批坐车离开饭店。严国一位美国籍的经济人拒绝离开饭店，坚持要伫18坐飞机登去美国。清洁人员伫咧台北国家戏剧院外口消毒。伫52位团员内面，14结束伫咧防疫旅馆14天的居家检疫，由主办单位自费采检，验出4位阳性，其他48位团员转到一般旅馆，开始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伫这个期间，有人去便利商店买生活用品，有人去公园，自拍卡的记录也看到因有做团体排练，也过去百货公司。因为工团内面有人确诊，所以48位团员搁做采检，又搁有4位确诊。这么村内44个人，一患就要居家隔离14天。后续再验出来这4位，就跟前面4位情况就比较不同，因为他们已经有同团，不管是分组演练，不管怎么样，至少在这样的一个自主健康管理的期间，大家的生活就会比较接触比较频繁，所以我们就列为他们是一个确诊者的接触者，所以其他44位都变成是一个居家隔离的对象。因为如果团员确诊，主办单位伫咧17下昼宣布取消舞团自16到27伫咧台北高雄所有的表演，即马就开始接受退票，未收手续费。严国也讲，舞团的经纪人对两边采检，团员自阴转阳较记录，团员拢希望会当赶紧回去。舞团的经纪人有相当程度上的情绪上的反弹，包括了团员的情绪也都不稳定。那我们也尽力的安抚，通知了莫斯科在台湾的办事处，也请相关的代表能协助我们。记者综合报道。那法国总统马克宏马克进，伊则规定伊爱隔离7天，因为伊12月16日才甲葡萄牙的总理见过面，前几天啊嘛去参加欧盟峰会，所以该接触过的一挂头人，即马拢爱隔离。Et nous remontons la pente parce qu'il ne suffit pas de dire que nous soutenons l'action humanitaire, il faut le faire en termes réels. 法国总统马克宏伫咧确诊新冠病毒几点钟了，用视讯方式参加外交部的一场会议。这是确诊了第一遍出现，所落来所有的出外行程全部拢取消，会踮伫咧总统府爱丽丝宫内面办公。Il s'est isolé au moindre symptôme, mais c'est exactement ce que nous disons à l'ensemble des Français. Et donc je crois que c'est cet aspect-là qu'il faut rappeler aux Français, c'est-à-dire que les mesures barrières doivent être respectées, quelles que soient vos fonctions, que vous soyez. L'autorité a dit que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a été en train de se f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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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 train de se在会议中，各国领袖拢有挂嘴烟，严格大部分拢正晚伫咧接触讲话。这是马克宏12月初10日到欧盟指挥会副主席波瑞尔蒂的时阵，本来有挂嘴烟，尾仔先摕来吸手了，结果挂起嚟。Non, il est possible que des erreurs qui aient été faites ou des maladresses, en tout cas des fautes d'attention. C'est difficile, hein. 法国已经开始启动接触数追踪。最近跟马克宏有接触过的人包括西班牙总理桑切斯、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 OECD 的秘书长古瑞亚等重量级的人物，这嘛也拢伫咧隔离中。另外，马克宏昨日才伫咧总统府的爱丽丝宫，跟葡萄牙的总理今年59岁科斯塔见面。科斯塔尾下体检是阴性，自我隔离中。伊讲这嘛身体正好，无症状。
四十二个马各方因为出现疑似症状被裁减，再次证实感染。最近有关于近距离接触的法国总理卡斯特克斯裁减是阴性，第一夫人布里兹也是阴性，目前拢隔离中。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其他消息，咱来关心消基会进行有抽查市面上米做的产品，发现有四件幼囡仔在食的米饼，重金属超过标准。目前正在追查重金属的来源，暗个嘛引起家长烦恼，讲摕一般的米煮糜糊，红孩仔食重金属，敢买超过标准。消基会公布重金属列超过标准的四款婴幼儿米饼，顶卫生局已经分别稽查甲送验，都要听候结果公布，才当确认是毋是违规。严格长期食到这个列会伤害幼稚，不少家长烦恼讲是有数针对婴幼儿副食品，定列的含量是0.0 ppm， 暗过一般米是0.0 ppm， 是婴幼儿的十倍。若是购买一般的米煮好婴幼儿食，是毋是造成伤害的？卫生福利部计算，都要食真大量的米才会超过标准。这个十公斤的小孩子就必须要一天 要吃到2500克，就是2.5公斤的米才会超量。十七下晡，农委会卫生福利部环保署联合举行记者会，暗个卫生福利部第一时间计算错误，记者会后阁改正。以世界卫生组织 WHO 提出的每个月营养耐受量来计算，其实体重10公斤的细汉囡仔，若做逐天食力含量达到0.4 ppm 的米，食21公克以上的米就会超过标准。暗个食药署也是强调，当初定的0.4 ppm 标准是无分年龄层适用的标准，也强调讲旧年抽验600多件市面上所卖米。将近一半列的含量比一般的标准较低，有将近300件是低于0.04 ppm， 所以其实有一半哦。有一半是可以符合到这么高的一个标准。目前食药署针对婴幼儿谷物类辅助食品所定的0.0 ppm 标准是参照欧盟，按过原料米的热含量限制是0.0 ppm， 这是参照到国际食品发展委员会 Codex， 不是欧盟的0.2 ppm。按过卫生福利部表示，目前并无定较严的计划。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是东北季风会弱弱减弱，各地温度拢会小看回升。咱来看温度，今日苗栗以北高温是21度，啊，那华东大约是25度，伫中南部高温是25度到27度。要过暗时开始温度阁会下降，啊，那落雨部分伫北部、东半部落雨情形今仔日会较减，其他所在今仔日是侪云到好天。暗个要提醒乡亲，暗开始后一波东北季风会增强，水气又阁会增加，伫嘉南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依然拢会阁落大雨。每年咱政府要开放5000万斤的美国猪肉进口，中央到地方拢有家己的台湾猪的标准，到底爱搭倒一款点头不傻傻，消费者嘛会高高。农委会主委陈吉忠是表示讲，只要是阴性的标准，就是台湾猪。另外，台中的猪农即嘛是做伙联署，坚持讲因无要用3万斤。即加工的猪肉公园，农委会主委陈吉忠教大家安怎辨识台湾猪标准。你要看到圆形的，就是国产猪；三角形的，就是进口。卫生部这个呢，只是业者直接把它写上去、贴上去，它是属于国产猪的。所以农委这边已经有确认，整个上游溯源都是国产猪。但这种解释无关系，农委会也是卫福部的台湾猪标准，只要一旦证明产地是台湾就好。也不过连现场卖猪肉摊商拢不傻傻。应该他要讲一个是圆形的嘛，一个是三角形的嘛，那所以说我还会再去了解更清楚一下。在大北通路上，有业者做大只卖台湾猪，伫个店家标签拢清楚印台湾猪的标识，有诶阁附上社管管理，无阁申请农委会也是卫福部的标准。严格消费者感觉，若讲农委会会当统一标准的形式，会让人更加安心。我们有配合食药署这边去针对。做台湾的会做区域的一个大的一个标示牌的标识统一，这样大家比较容易分辨啊。那如果没有统一，其实有时候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是正确的标识啊。在台中十七早起200多间的饲猪业者也同齐做会用行动记录来滴，也签署承诺无使用3万斤。拒绝来猪，台湾猪战，不使用瘦肉精啊，产品能够跟国外有一个区隔化这样。为中央到地方，为官方到民间业者，各种的台湾猪标识方式，代表无同的企业甲管理方式。
都关怀台湾的标准标示方式，未来每年一月初一了后，迎战内地进口的冲击。记者综合报道。在高雄市，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苹果日报》。英国有一个九岁的查甫囡仔，名号做艾拉，在2013年时，因为严重的黑骨喘发作，全过身。因为因家就住伫大路边，经过伊的妈妈四界走访，验尸官即卖认定囡仔死亡的原因，就是因为空气污染。这嘛是全世界头一例。来看联合报，咱政府要推设。在2030年，和台湾争做是双语国家。英国文化协会即马有研发，普世国际英语鉴定，按算伫明年要推出，要来抢英语的程度检验这个市场。有高中老师即马是认为讲，这有可能会引起另外一波补英语的风潮。来看《自由时报》，行政院昨昏通过《都市更新条例》修正草案，被放任古规楼。多金的用这种的天棚，带上立法院去审议，目的是要量早来处理，上少有300栋，上侪有600栋，咱国家内底有高度危险的老阿厝。真侪义工伫台湾经过14天的检疫了后，才检出病毒。高雄市政府即马招待生，推出义工暂时的居所，目前就是要让义工经过14天居家检疫了后，搁在进行采检，等报告出来这段时间有所在逃脱，那是有事先申请，搁会当免钱待3天。内底简单垃圾又搁按，这是外籍义工工作进程大缩写。外籍义工入境结束14天居家检疫，后续自主健康管理期间，因为宿舍防疫无确实，万一出现确诊案例，会正做防疫空棚。高雄市招待生推出防疫暂居所，和社福家产业类义工伫自主健康管理期间，前3天申请免费单，但采检甲体检报告出来。我们会取得雇主以及当事人的同意。那有一个行政契约的签订，明确的律定权利义务，提供这个国际移工一个相对人道健康的一个居住环境，至少在进入职场工作之前，那检疫之后的这个等候的期间。防疫暂居所90间套房，一人一间，13间，到即马67间厝使用，按算至少运作到明年一月中。义工团体肯定这做法，不过也建议应多满7天自主健康管理期，应降低看护型义工加雇主的防疫压力。看护工回到家里，其实就是跟家人一起住，自主管理的那个紧张度会比较高。可是厂工因为他的资本跟他的空间上都比个别家庭雇主宽裕许多，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应该就是让雇主来做负担才对。另外，在南投县也透过联合稽查，为防疫、消防加建筑安全等，来确认雇主是否提供友善的住宅环境。如果说有不符合规定的部分，我们都会要求这些业者来进行相关的改善。那今年度已经有进行46家的移工宿舍的联合稽查。一年移工确诊人数增加，和各县市政府唔敢大意，拢提醒企业落实防疫，掌握人员健康状况，和移工伫安全大环境之下，依照防疫规定自我照顾，避免疫情伫社区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即马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7500万例，死亡人数有169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8例，目前咱台湾计共757例。中国的病例有86000例，香港有7800例，伫日本已经超过19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1700万例，印度是超过999万例，伫巴西超过700万例。欧洲的国家西班牙超过180万例，法国是超过248万例，在英国是超过195万例。全世界疫情滚到法国总统马克宏马去卫掉，已经自我隔离7天。另外，美国加大已经超过1700万人感染，医疗体系强要支持袂掉。南韩的首尼疫情是真严重，当前的加护病床即马拢停啊，医疗体系可能随时崩起。
美国则是开始注辉瑞疫苗，要么疫情又还继续拖，当地十六一天的新病人超过24万人，累计的转移病人也有12200多人，拢创下新冠纪录。其中疫情严重的加州洛杉矶，一天新增加的病人超过22400人，医疗体系重症病床剩无够100个，和当地政府要求民众尽量踮伫厝防疫。Every hour, on average, two of our neighbors, family members, and friends.are dying from COVID-19, and I encourage everyone to stay home as much as possible, protect your families and friends, and take every precaution that's available to you.那美国南韩的一天增加病例，第十五有1078例，创下一天新高。虽然十六增加病人有减少，依然超过1000人。和首都首尔的78个重症加护病床，目前剩一个都要用完了。현재상황이워낙엄중하고하루에1000명정도이상이발생하고환자가수도권에서800명대의환자가발생한경우는언제어디서든감염되는게이상하지않은지금상황인만큼최대한외출과모임등을자제해주실것을계속적으로요청드리는바입니다看到南韩国内甲全球疫情也要受到控制，南韩嘛决定甲全球旅游特别入境的期限，为17继续延长到明年的正月16。马考鲁甲首都圈甲其他地区防疫等级，搁一摆有关到3级甲2.5级。那是日本16，就是政府向疫情挑战的关键3礼拜期限。以过去7天疫情1天的新病人甲死亡的人数陆续创下新高，感染人数无减少，重症病人嘛继续增加，其中东京医疗体制境界嘛叫到上悬，政府搁暂停进行各类活动，避免疫情继续拖。公司新闻，但是同病疫。加在即阵预防下已经出来啊，啊那辉瑞甲莫德纳预防下目前已经伫欧美国家咧使用。这两款预防下基础是一款叫做 mRNA 的疗法，这是美国的科学家卡利科用伊规世人伫研究的心血。伊研究就本无啥人去注意到，啊，不过因为伊无放弃，才发到即马研发出预防下，麦当成功是乱世当中出英雄。匈牙利的美国科学家卡利科专门研究 mRNA 疗法，40年拢无被重视。即马总算以 mRNA 为基础的辉瑞甲莫德纳两间新冠病毒疫苗研发成功，为乌暗的疫情带来希望，才让人注意到。伊透过视频访谈强调支持科学研究的重要性。Science should be supported on many levels because you never know that what would I ever thought that you know when we filed the patent.We didn't want it, but they told us that, oh, if we don't file a patent, nobody will develop. 卡利科1970年代就伫匈牙利开始研究 mRNA， 伊就是信使血糖血酸，用伊来甲细胞讲应该爱制造多一种蛋白质，和正确的蛋白质帮助修复，亲像是中风了后的脑损伤，还是癌症这镜头。为了争取更加侪研究机会甲经费，规家伙搬去美国，差不多规个1990年代拢伫写各种研究计划，争取经费。不过 mRNA 疗法伫当时予人当作伤过头激进，所以真受挫折。原本成宾州大学教授的梦想也破灭。I was up to promotion, and then they just demoted me and expected that I would walk out the door. 卡利科伫人生的黑暗期也是坚持研究，后来拄到免疫专家前同事魏兹曼，共同开发 mRNA 伫生医领域的应用。拄到自己莫德纳生技共同创办人之一的罗西，肯定这项研究特地摕到诺贝尔奖，所以持续推动。即马总算看到 mRNA 新冠疫苗有结果。She was listening always.Who gets the Nobel Prize? And she was expecting my name to be said. And I was laughing at her because I told her, Mom, I never in my life I get a NIH grant. How could I, you know, I am nobody. 卡利科现在是辉瑞疫苗合作研究对象，德国生技公司 BNT 的主任副总裁。65岁也是真爱研究，周末也常常工作，用心跟热情，真使人敬重。公司新闻是会长偏译。所以咱来看掠毒品，警察嘛爱变装。咱来去秘鲁，看因的警察为着要掠毒品，惊做夜店老人，甲准备要交一个毒贩当场掠个准。
两名穿圣诞老人服装的十个人，提大钢锤破门入去，在一阵混乱中，将穿蓝色 T 恤的毒品嫌犯压坐在涂骹，并且就铐抓回去警察局。警方搁伫现场抽出已经分成小包，准备买卖的大麻加骨科碱。另外，还有疑似是嫌犯黄兴勇的一支手枪加大批的枪支。Ha procedido a realizar una importante intervención aquí en el distrito de Villa El Salvador, en base a informaciones que hemos recibido a través del WhatsApp verde del Escuadrón Verde. Se tuvo conocimiento de que en esta zona se había estado realizando actividades de microcomercialización de drogas. Los resultados que estamos viendo, se ha decomisado una importante cantidad de droga, ¿no? Tanto marihuana como pasta básica de cocaína a través de quetes.警方是伫当地时间十二月十三执行这项扫毒任务。外电报道指出，探员当日拍到住伫一间学校附近的嫌犯，当地厝门外被固可检定毒品，随即准备这场攻击。为了顺利完成任务，秘鲁的缉毒警察正打扮成街路游民，也是环保局的扫涂骹清洁工，一边观察卖毒的据点，一边看机会采取行动。秘鲁加玻利维亚跟伦比亚等国同款，栽种古柯叶，造成古柯碱毒品是拉丁美洲卖毒榜中的重要角色。这挂毒品的销路拢以美国为主，也安尼，秘鲁军警定在海上也是港口附近查获大量准备走私出口的古柯碱。像去年三月到十二月，海巡单位跟海军都分配在西南部的卡亚尔港口甲外海的小船顶，先后查获达到两吨甲一吨外的古柯碱。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国际上还有什么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法国总统马克宏去为着新型冠状病毒，按根据发生社的报道，全欧洲因为新型冠状病毒死亡的案例，即马已经超过500,000人。来看体育仲裁庭，法庭今日是宣布讲，因为俄罗斯有系统性和运动员吃禁药，所以未来两冬袂使用国家的名义去参加国际比赛，嘛包括明年2021年的东京奥运。来看强烈冷气团造成日本的新宿甲群马在落大雪，高速公路未通，大约有1,000台车掉伫高速公路。高速公路顶头，有驾驶人因为无水无食物，只好把氧气的水来当作水来啉。受邀请来咱台湾表演的俄罗斯芭蕾舞团，52个人当中有8人确诊，在台湾的演出全部拢取消。昨暗台北市政府已经把这些团员送去检疫所集中隔离。疫情指挥中心嘛证实讲，今日44个人会分3班飞机离开咱台湾。专车自饭店的员工通道塞入去，要接俄罗斯芭蕾舞团的团员去安心检疫所集中隔离。因为舞团的52人内面，那加17新增加的4例，已经有8人确诊新冠病毒，所以无确诊的44人要居家隔离。本来指挥中心安排因就地隔离，因个因住的饭店唔是防疫旅馆，所以政府要甲因送安心检疫所集中隔离。团员伫17号知影消息了，一开始无愿意换所在，尾仔协调了，才伫暗时8点外分2批坐车离开饭店。因果一位美国籍的经纪人拒绝离开饭店，坚持要伫18坐飞机返去美国。疫情指挥中心昨夜证实，今仔日会用专人方式分3班机飞3个所在，甲因送返去。他明天大概会分3个航班，就是会到3个不同的目的地。那我们会尽量的安排，那就是说让他们在飞机上面跟其他旅客有区隔，然后有专门的厕所，那另外专用厕所，另外他们全程都要戴口罩，然后让他们可以平安的飞回去。这边五个芭蕾舞团确诊的案例，也和指挥中心学到经验，以后若有疑问团体要来台湾，就要申请疑问泡泡专案，用更加严格方式来规范。记者综合报道。国安会的秘书长郭立雄和经济部长王美花之前有跟日本驻咱台湾的代表见面，大家都在问说他敢有说到开放日本核灾食品的议题。郭立雄是表示说总统没授权，所以他并没讨论。如果台中市长罗秀燕前几天有跟 AIT 的处长见面，他是当面反对有三百斤的美国猪肉进口。 AIT 是发出声明批评政治人物不能带头乱说假消息。
管会秘书长郭立雄甲经济部长王美花、洪某进前甲日本驻台代表食饭，是毋是讲到核材科食品进口引起关注？郭立雄再去到立法院避询，那兄弟位一直对问，郭立雄强调总统无授权讲日本食品议题，所以也无讨论。所以有没有吗？你们有没有开会讨论啊？有没有现在在讨论有关日本这个食物进口的这个问题呢？是，我可以也很明确的说，并没有，我并没有被授权去谈论这一件事情。既然讲到国安会出来去的工作重点，尤其是强化治安，也就是国安战略，要强化国家集团队建造世界信赖治安系统。政府机关包括真侪件治安事件，伊表示说，官往因看到中国网军或是其他的网络软体都有可能，对不对？由中国进来的这样的攻击，或者植入后门城市这样子的一个基阵。台中市长卢秀燕在那个 AIT 处长联合会面，表达台中市议会市民固执来的立场。之后 AIT 罕见发文批评政治。情报散布无实在信息，行政长苏贞昌表示，国际往来应该照规矩。啊，我们台美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我们国际互相往来的时候有一定的规矩，大家都应该照规矩来，才会建立彼此的信任。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明年1月就职典礼受疫情影响，要线上举行。台湾是不是组团参加？总统府秘书长李代辉表示，也无定案。不过，主委代表萧美琴一定会代表国家参加。记者综合报道。中央银行召开理监事会，决议咱的利率下无要变动，要维持伫1.125%，是历史上低点的所在。嘛，而且讲明年的经济成长率是3.68%。另外，因为美国甲咱台湾列入去汇率的操作国观察名单，中央银行表示会去向美国解释，严格未改变政策。严格新台币即马愈来愈大，有台湾的出口商就烦恼讲会倒荡。汇率呢是有正面跟负面的，有正面的、负面的，所以呢，是比较倾向于就是说是由市场供需来决定。美国将台湾增加做汇率超中国的观察名单，央行总裁杨金龙讲，尊重美国这份财政报告，但过对伊的评估标准有疑虑。美国的汇率报告的评价是他自己基于他自己本身的经济利益去考量。那我想我们自己有本身，台湾自己有台湾自己的经济利益。对啊，其实我们跟美国财政部在沟通的时候，我们一再的强调他们几个标准是有争议的问题。美国财政报告显示，越南、瑞士已经列做汇率超中国、中国、日本、新加坡等九个经济体，甲台湾同款伫观察名单当中。台湾出口甲外销订单数据进展，尤其受新冠疫情影响，半导体甲自创新这产品对外出口个增加带动，新台币升值煞正做温休。台湾是又重新列入观察名单，那主要就是两个原因嘛，就是我们对美的顺差就超过200亿。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经常性的顺差超过 GDP 的2%哈。新台币继续强势，对出口商来讲，干那汇损都加条利润空间，尤其传统产业有倒去甲外移危机。大家都还硬撑在那边嘛，那不赚钱至少企业是可以持续这个经营哈，大家先撑住哈。那这些企业它会不会就出走了或者说就是关厂啦，都有可能。汇差好机还加派成收，在这时间点业者唔敢起价，今年家己承担汇损，也希望央行应维持个竞争国家共生共变的汇率条件，唔通让情形恶化，失去竞争力。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南投，有一个60岁姓李的查甫人，洪志康讲伊不守规矩，去对一个查甫囡仔卡来抢来。这个查甫囡仔家属看不过，去甲这个姓李的查甫人拍个重伤。结果三天后，伊过身去。姓李的家属即马提出告诉，咱那查甫囡仔洪平说，这对父母是以15,000元洪交保。查甫囡仔伫咧巷路走走跳跳，尾仔走到 KTV 后门，有一个查甫人在后边出去，牵查甫囡仔手向前行。边啊就是黄昏市场的便所，查甫囡仔的家属指控，这个查甫人就是伫这个时阵对查甫囡仔敢那有无规矩的动作，就该拖来拍。我在开店，然后听到声音，去后面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地上了。代志发生伫咧13，
六十岁姓李的查甫人甲朋友伫咧玻璃一间 KTV 唱歌，所获查甫囡仔家属指控又对囡仔无规矩的行为，甲伊拖去黄昏市场拍，受重伤送病院，十六宣告死亡。死者家属有提出伤害等相关的告诉，然后那检察官依现在依既有的事证持续查证中，也不排除任何的可能。该死者是不是被怀疑？这个目前有另案在调查中。警方伫直接相检，查甫囡仔爸母也被带返去精神，伫信号分别万五科交保校团。死者家属讲，死者大部分拢六十岁，已经做阿公啊，无可能对查甫囡仔有无规矩的行为要告对方。那个女生去牵我阿公的手，然后就是有牵到手掌，然后他就拿这个，然后说去告我阿公，然后他们就把我阿公打死，就架出去，然后把我阿公打到快死。在那个时候他们打完之后，他们也没报警，没叫救护车。南投检方讲，对这件案件已经主动分案调查，男子的家属是要告对方过失致死。检方也要进一步确认死者死亡的原因。检方强调，疑似私刑也会涉及刑事责任，民众也是要用正常的方法报警处理，保障自己的法律权益。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台东，台东成功的粪扫场本地是讲要用到年底，严格因为焚化炉还未开始使用，所以粪扫场即马讲要加用到民国113年。啊，不过这是引起附近民众的不满，出面抗议，要求政府讲话爱算话，爱照片照镜。纽北部电话大声话，口号表达不满。独立部落族人来台东县政府抗议，将一包一包粪扫弹去县政府。一这么生气，是因为独立安排场原定今年底到期，先公定公所计划点延到113年。部落族人批评讲，公所根本无经过部落会议，都家己延期，根本无尊重民意。镇公所完全不顾我们部落27年的垃圾掩埋场的权益，台东县环保局现在完全不尊重我们的民意，完全不尊重我们主人的权益跟身体的伤害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侵害。独立部落海边阿麦场启用已经超过20年，部落族人讲长期忍受恶臭，已经无法度过吞忍，要求立刻停止占用原住民独立传统属地的粪扫阿麦场，并对长期污染空气环境、毒害居民造成健康受损进行赔偿，并放掉讲要封锁阿麦场。所有的诉求跟意见，我们都听到，也很清楚的知道。那么，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听到真正代表族人的声音跟意见。因为台东焚化炉已经111年起运转，面对粪扫处理问题，公所规划将安排场使用期延期，结果引起部落的反对。县政府表示会研究因应对策，并参加22镇公所召开协调会，希望讨论较好的解决方案。记者综合报道。第一个方向头来看，当年四月份到九月份的这段时间去马祖，拢在看到海洋的奇观拿眼泪。结果今年十月份啊，还阁看有哪会安尼？有专家就去研究，即马发现讲是因为中国的抽沙船来偷抽沙，把海底一挂营养物质拢拉起来，和亚根糖有营养的来源，所以才到今年十月份还阁有多看。在42个池子里面，一共捡到水差不多50只亚根糖，等会拿七合花跟水拿叮当就会看到这个现象。这个你们在马祖都看不到这个现象，是很浓很浓的。亚根糖发出蓝色的光，看起来有马祖拿眼泪的感觉。海洋大学的教授张国平的团队2017年开始研究拿眼泪，这是因大量人工繁殖的成果。不过团队一直无了解亚根糖的数量3-4天才会成长一倍，是安怎有法度熊熊生足多？实验了后才知影讲，因的生存受到威胁的时阵，都会进行优先的繁殖。一大堆，这个就是它的精卵细胞要出来了。那它一出来以后呢，两个一交配在就变成配子。当这个饵料生物呢少于它的这个400只的时候，每一只分配到只有400只的时候呢，它就会产生有性生殖。有性生殖完了以后呢，它就产生了 cyst， 就所谓的孢子。那我们可以把这个 cyst 想成是一个种子，它就掉到了海的底下，在这个沉积物当中。当当生存受到威胁，亚根糖的精细胞跟卵细胞都会交配变成配子，沉到海底。当当环境的条件变较好，配子就会对水流浮起来生团。张国平讲，明年计划驶船去马祖外海，确认海底有偌济配子。然后把海底捞起来，然后我们要去检视里面有多少的种子。如果这个如果是赢的话，我们如果做出来的话，那我们真的是站在全世界最前端去了。
因为南竿雷发生在大自然的现象，是在当年的三月底到七月初，而且水的温度要在27度以下才看得到。想不到今年10月份才出现，周国平认为讲，这跟中国抽沙船影响到马祖海域，扰动海底的水流，提供亚光糖营养有关系，所以南竿雷才会在10月份出现。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农民平均拢较侪岁，农地嘛定定伫欠人工，为着要提高工作的效率，高雄市政府即马甲中山大学合作，设计一款替做事人省工的辅助工具，唔那较省气力，嘛较袂腰酸背痛。目前有一挂农地正在试用。即阵啊，米拢会感觉米长咧大出，农民定定爱伫果子园举头举手，挽边啊发了烟啊，有时嘛爱采收，长时间做同款的动作。不过，因看起来轻松，袂酸痛，是因为有排这个脚板的关系。以前是拢规个固定条的吼，啊了就是手盖酸啊，哎，转去了，尤其下班了，转去手盖酸，安尼了就有这个辅助了无？嗯，变作是讲，会减差不多三分之一的迄个啦。你若是用力的程度的话吼，你会加轻松较济安尼。农业师傅派一个亲像卡网的物件，双手手骨固定，握手的时，不管是采收也是收机，拢加较轻松。这是中山大学老师设计的，碳纤维的材质，唔免用电池，规个无2公斤。有一个机械式的省力机构。对，那这个部分可以有一点像是我们在游泳的时候，我们在手臂上绑了两个浮球，我们可以协助使用者支撑他的手臂，然后有这种浮动抬举的功能。因为目前农民平均的年岁较大，常常欠人到脚手，高雄市农业局甲中山大学合作研发，希望降低农民做事的负担。燕草、大树甲咱米农，还有找做啊园甲迄个。果亚路耶啊，像咱这个小果番茄吼啊，伊确实有效通啊协助农民长期野手的负担。这个省工的设备目前搁咧试验，未来若有当改良上市，农业局搁要争取经费补助，予农民省工搁省力，避免职业伤害。记者陈家军、刘维泽高雄报道。台语文刊榜，咱来看台湾的文学作家林永敏老师，在1987年捌写过一首真使人感动的歌《唔通嫌台湾》，来表达对台湾的爱。伊嘛足早就开始用台文来写作，嘛在推广台语文化办杂志。现出时，台语拄着什么款的困境？来听伊的见解。咱若爱祖先，请你毋通嫌台湾。唱出当初家己参与社会运动写的歌，这条毋通嫌台湾是林永敏老师伫1987年写的歌词。伊毋仅关心国家社会，嘛足早就开始使用台语文来写作，推广台语文化运动。86年的时候，我有几个朋友吼，才开始写文章，一直要来推广这个运动，吼、哦。啊，然后1987年，我那时候办杂志啦，来推广这个母语运动，尤其台语写作这个运动。除了台语的文学作品，林永敏搁捌写过剧本，编过字典。写过台文输入法的电脑程式，伊讲任何思想拢爱透过语言这个媒介，只有台语才会当完整表达台湾人的感情甲想法。原底社会语言就是台湾话嘛，啊，所以用你若用台语啦，尤其要创作文学啊，伊用台语来创作的时阵都上巴，表达袂水啦，表达会准确啦。这是文学爱要求的。在林永敏30多种无同的文学作品当中，其中《九千行》十一万字的胭脂泪，是台湾文学史目前为止上长的诗。而另外一本《菩提相思经》，也是台语文学目前上大本的长篇小说。本地都有兴趣，所以慢慢啊写。看因的作品，然后来学习，来创作安尼。伊的作品足济啦吼，啊，伊的作品，比如讲。诗啦、散文啦、吼，也是讲评论啦、剧本啦，足侪项拢有啦，吼。啊，我记哩，我第一届买伊的册吼，是买一首诗，吼。啊，伊是
迄是写诗的基础啦吼。啊，我本身也爱写诗，所以我第一本买就是买伊的一首诗。推搡台语文学运动已经30多年，林永敏教咱源源不断透过各种方式来推广台语，甚至家己办比赛，鼓励囡仔学习台语文。我咧做迄、那个，花金菇儿童台语文学。啊，杨敏老师讲，伊做策划，啊，我来执行，吼、哦。啊，我着哦，工其实工课嘛足济，啊，毋过呢。啊，做较足欢喜心的啦，咱做台语的代志，咱拢足欢喜的。林良敏嘛观察到目前囡仔学台语的一挂问题，伊表示现主持台语甲拼音相过复杂，合适者华语甲台语的逻辑常常相弄，等着影响着台语推广的效果。啊，若会当甲英语吼，会拼法，迄个发音法啦，迄个符号甲英语尽量我一致去，吼，啊，甲华语一致去。哦，人客语其实我学就是安尼啦，客语同甲英语甲华语一致啦。啊，台语就跳你要用个无共啦，跳你用个无共，煞变太恶去啦。林永敏表示，语言是文化基础，目前为政府甲民间虽然豆豆仔有愈来愈重视台语，也是有真侪需要努力的空间。伊嘛希望未来国家会当尽量鼓励各种台语文的创作者，让台语文化会当成做生命内底的一部分。趁讲咱即卖还佫会好来救啦。还佫会好救伊啦，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另外消息来关心台北市社福联盟针对107年市长选举时，因有提出社福政策的白皮书，即马来看敢有做较到？结果发现讲，伫儿童、少年、妇女、老人佮身心障碍等关50项的议题内底，有33项议题有改善，啊，毋过有另外17项并无做较到。提出统计资料来检视台北市社福政策的执行和推动，发现其中少年领域的议题上需要改善。除了了解这些就学青少年他们的状况之外，并且提供一些相对应的一些政策。另外，针对双位少年他们就业的环境，也更需要这样调查。他仍然有属于家里面亲子的问题，他仍然有许多个人的议题还没有去这个处理。六都来看的话，台北市的公立幼儿园是最低的，非营赢过了其他县市，准公应该要严格把关，提供心智障碍儿童课后照顾服务跟改善早期疗愈，这两个事实上是几乎没有进步。无读册、无就业的少年培养训练，还有台北市的公幼数量、准公幼感受严格把关，拢是社福团体关心的重点。台北市社福联盟推出109年民间版社福政策白皮书的体检，针对儿童、少年、妇女、老大人甲身心障碍者等的五大领域，提出50项的社福议题，得到各局处66%的回应比例。对比107年的资料，33项议题有改善，17项议题是无改变。我们肯定他们有在进步的，可是我们常常是在亡羊补牢，你没有办法在政策或福利上面去考虑到发展性，如果在社会里面的弱势没有办法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支持，他们对于整个的社会其实就变成一个负担。可是如果他们的支持系统到了，他们是资源的一部分。社福团体指出，肯定是这几年以来作为，啊，不过也是希望相关单位未来当针对公共化教育的落实、少年就业网络、放任特殊境遇妇女的补助、增加老弱中心的委办经费，而且提供身心障碍者生育辅导等的方面继续来拍拼，和社福政策的建构会当更加完整。记者综合报道。那咱国内的照顾服务员本地就无好找。丰都老人福利基金会即马有一项调查，发现讲有真侪基金会内底的照顾服务员、照顾秘书，别话70%的人因为职业伤害，拢想要离开职道。另外，照顾服务员平均的岁数是伫45岁左右，而且是女性较侪，体力会愈来愈歹，即马是咱长照的困境。阿妈，我帮你去先哭哈。照顾秘书王杰酸，为23岁打理长照，到达已经7冬。不过做这道，因为常常爱出力，难免会受伤。每个家庭他们状况都不太一样，有些其实没有电动床，他们是那种木头很低的床。就像我们有时候自己扫地，你弯腰弯久了还是会很不舒服，所以对，我觉得腰是最容易受伤的一个地方。
腰、手等等，拢是因常常受伤的部位，亲像伊随身拢扎辅助用具来减少身体的伤害。不过，洪都老人福利基金会在去年对基金会200多位照顾秘书做调查，有67%认为职业伤害、工作负担重，是因头脑不愿做太久的上大原因。还是以中高年龄的照顾服务员，他的受伤比会比年轻的照顾服务员来的高。对，那主要除了他们年龄以外，就是他们的体力也会就是比较退化一点。基金会来讲，照顾秘书女性比例高，平均年纪在45岁以上，所以体力渐渐无啊，是会当疗伤的。虽然整体薪水有提高，嘛有技术相关的课程，不过大众对这份工作的工作价值、职场安全的意识，还有真大的认知差别。照顾服务员这一块，就是政府这一面怎么去？让民众有正确的观念，因为比如说我们常常会在居家遇到家属可能有一些不是很合理的要求，我们就会就是期待说就是重新去跟家属做一些相关的教育。面对活着医工来台数量减少，要安怎来改善照顾秘书的职业认同，好少年一辈会使做久长，嘛是政府甲外界可能爱思考的部分。其实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是，每次有这个念头的时候，就是长辈会变得很可爱，就是他会让我有想要留下来的感觉啦。记者林阿文、林秀凯、新北报道。在镜头来国外，来去瑞士阿尔卑斯山区，最近是头一摆开放一座足水的冰洞，是天然形成的。有人甲合作冰窖长，景致是别位无地看。一挂正旧、阁无规则的气泡的纹路，个人看到微微啊，那一个光。这是伫咧瑞士一个正水的所在，伫阿尔卑斯山区底下布勒雷峰附近，第一边对外开放的一个正水的冰洞穴，内面正悬，阁有正寂寞的气氛，予人叫做冰窖长。伫附近的观光缆车行15分钟就会到。And we are in an ice cave, a natural ice cave, which was created by a lake in summertime when the glacier is melting. We have a lake above.And then suddenly in August, September, he's disappearing. And this ice cave was created by this water leaving the lake. 这个冰洞形成的原理跟红极现象有关系。每年春夏，冰川的细水扬起，也不过有一些还未扬起的冰角跟一些坐地物件塌掉的，在这形成一个湖。到了秋天，塌掉的冰角全拢扬起，水全拢泄出去了，就形成一个冰洞。It's the first time we indicated and opened it officially. The last year, since 3-4 years, we had kind of an ice cave, but it was different. It was more steep. And this year, it looks like an ice cathedral, so it's really beautiful. J'ai juste dit, c'est magnifique, mais c'est pas le bon mot, parce que j'ai jamais vu quelque chose pareil. C'est comme c'est pas de ce monde, en fait. Moi, je trouve ça magnifique.Je peux conseiller si vous avez la possibilité d'aller voir ça parce que c'est jamais vu ça de ma vie. 冰洞每年扬起甲坐地情形拢无同，这也毋是讲想要去就当去，而且冰洞每年拢形状无同款，所以逐年看到的景色拢是真特别的。会当讲是甲冰洞的一枝一花，后回来就看袂到同款的情形。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辑。意大利的那不勒斯过去就有采用咖啡的传统，就是讲消费者在饮咖啡的时候，会拿2杯咖啡钱，另外一杯咖啡是要送予想要饮咖啡，但佫负担不起的人。这款做好代步式嘛，用在新型冠状病毒体检顶头，有人这体检费用已经有人加付。在教堂外口，民众挂嘴安排队伫等待接受自费的病毒检测。在付钱时阵，有的人选择付2杯费用，要来斗相共，无法度负担自费检测的人。Rimane una cosa sospesa e ne potrei utilizzare una persona magari che in quel momento o per diverse circostanze non può pagarsi un tampone come si usa a Napoli, una pizza, un caffè. In questo caso molto più.因为当地私人检测费用超澳元30至45元之间，搁较准的检疫费用搁要到70澳元，差不多是2400元新台币，嘛好真侪经济困难家庭无法度负担。Attraverso uno screening di massa a prezzi limitati è possibile contrastare un aumento dei contagi。
当地非营利组织知影讲社区是感染病毒的高风险社区，所以发起体温检测的活动。每一个人的检测费用是18澳元，差不多是新台币621元。除了体温检测以外，也因为今年冬天都因为疫情的影响，意大利罗马有酒吧为着要让消费者会当转换气氛，开始禁止消费者伫咧店内讨论疫情的代志。Che non vuole essere assolutamente negazionismo o non capire la difficoltà che il mondo sta vivendo, ma è semplicemente ritagliarsi un momento sereno. In Italia, nel primo periodo di epidemia, è l'Asia il primo che ha avuto la più grave condizione di epidemia. Dopo aver passato la fase di epidemia, la fase di epidemia è più tranquilla, ma dopo aver entrato in fase di epidemia, la fase di epidemia è molto rapida, e molti cittadini hanno iniziato a non riuscire a sopportare la vita sotto l'impatto dell'epidemia.Però ci basta parlarne, bisogna risolvere il problema, non parlarne. Questa misura ha avuto molti consumatori di sostegno. Già se non rispettano questa misura, i giubbai di giubbai non sono guardati. Ma ora ci sono altri giubbai, ma anche per fare questa cosa, spero che i consumatori, quando mangiano qualcosa, possano tempestivamente享受, non avere l'impatto dell'epidemia. Il giornale di Zhong Haboto.来去日本，日本东京有一间真特别的诊所，唔是异地人，是异地保安啊。诊所内底各有分眼科、内科甲外科。经过医生的治疗，骨凹、骨槽破破的安啊，嘛有新的生命。看起来有使用过的患者，主人原本是甲保安啊，尤其将木掉的，了后就放伫桌顶，和医生进足看诊。本当に家にいる時は本当にずっと一緒に寝てたので、この子がいなくなると。なんかこれまでの自分の思い出も一緒に消えてしまうような気がしてちょっと心細いっていうのはあります。一間保安的診所成立四年多，診所的負責人相持蔡宅美原本是在宮城的仙台市在做街上的工作，不過常常有人客人問說可以到倒三天修理保安才開始接觸相關工作，然後就來東京開保安的診所。お父さんがこう具合悪くなっちゃったから、じゃあ次違うお父さんっていうわけにはいかないのと一緒で、そのぬいぐるみ自身が一人の家族なので、なのでまあだったら治療するっていう選択肢になってくるんだと思います。诊所针对每一个的治疗案啊，进行无同款的治疗，像讲这个有名的保安啊，尤其将就需要先把案啊外口的线拆开，记录每一个线天的所在。了后，再搁个内里已经变形的物啊摕出来，搁来用特殊的湿布，甲布红啊的布头洗洗咧。每一个过程，诊所的员工拢会用摄像机来记录。まあ時計とか物として扱うのではなくて、本当に人間の患者様がいらっしゃったと思って、触ったりこう接し方ですね、気を使って。等待水疗法洗清器结束，复打了后，诊所的用物刀甲布料乌头平，用乌头平布料伫咧新的布料顶端，画出新的布王的外套，再个甲物啊装入去，提出一只新的布王啊。全く違う子じゃない。自分にとっては、まあ18年前に出会った時と同じです。目前这间保安诊所内底有6个诊疗，逐个月需要治疗超100个保安啊，还佫有接受从台湾、香港、英国、法国等等国家民众寄来看诊的案啊。若是想要预约治疗，可能要等要一年的时间，才会当收到修理好的保安啊。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来关心今仔日之事。各地温度会小看回升，暗过下暗开始，后一波东北季风又佫会增强，水气会增加，伫北部佫会落大雨。所以来关心今天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高21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高25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高27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高25度。外岛的温度是10度到20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祖，祝您顺心，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咱再会。